琳琅容于戏，堪比春秋百家争鸣。千娇百媚点降神，面如冠玉眸如星，字正腔圆扰良音。南腔北调百戏华章，锦绣梨园与你上古今名剧，畅游中华百戏花园。静活丑，演绎世间哀乐情愁啊！可以讲红豆再发新枝吓。嗱，今晚嚟自我哋珠海豫剧团一众演员将带俾我哋精彩嘅节目，而且咧，我哋今晚将会系珠海豫剧团嘅当家花旦同埋文武生琼霞以及王伟坤金童玉女新组合嘅见面会。我哋再次掌声多谢啱先呢班出色嘅演员。嗱，可以講咧，瓊霞同王偉坤佢哋好多年前咧曾經合作過嘅，咁啊，但係咁多年之後佢哋再次攜手，究竟有啲咩新嘅亮點咧？等陣我哋可以訪問下佢哋。咁啊，唔單止有瓊霞、王偉坤帶俾我哋好精彩嘅折子戲啦，咁啊，仲有珠海粵劇團一班優秀演員都會帶俾我哋好多好睇嘅節目嘅。咁啊，另外我哋一位好神秘嘅嘉賓就係紅線女嘅仔仔，著名嘅軍事評論家、著名節目主持人馬鼎盛先生，今晚都會嚟到現場嘅。嗱，我哋知道啊，瓊霞佢係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都係紅線女嘅入室弟子，可以講咧係聲色藝俱全啦，德藝雙馨嘅紅派藝術領軍人物啊。咁啊，珠海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代表作粵劇傳承人，亦都係佢噃。嗱，紅線女老師曾經咧為佢親筆題字《粵劇瓊霞前程無限》啊。咁而佢嘅新拍檔王偉坤咧，都係我哋好中意嘅著名粵劇文武生。
國家一級演員，而家係擔任珠海粵劇團嘅藝術總監，佢都係中國戲劇文華大獎嘅得主啊！咁啊，佢可以講功底紮實，扮相俊俏，文武兼備，既有星腔嘅遊麗流暢，又有繁腔嘅進人，可以講咧係外附風姿，而且非常之有內涵嘅一位演員啦。相信啊，佢哋新嘅組合咧，一定可以擦出新嘅火花啦，帶俾我哋觀眾好多驚喜。好啦，我哋事不宜遲，馬上欣賞我哋呢一對金童玉女黃偉坤同埋瓊霞帶俾我哋嘅第一個節目，就係《夢斷香消四十年之鸾凤纷飞》，掌聲有請。玉辉之高，平塔老。
婉儿，一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隐恨啊！为君多憔悴，难免选三分。哦，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有不怀好感啩？
你也放金贤妻待我确殷勤，今日昌明几根正啊，仲豪兴动诗心，卓上之尖万看悲惊，鲜花又何样？此花叫何名字呀？若问此花名唤的长虹啊，断长虹啊！哎呀，这个名字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婉儿，想我两时刻相思，不如就改作相思红了。婉儿，看你神色大意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非呀！愿沽名济。非呀！婆婆不良。
分，娘亲太恨你心，娘亲太恨你心，我求啊娘啊怜念，莫怨便好媳妇啊，有位气啊奉差问，嗱你放心，我求娘亲你放心。前房挂上鸳鸯帐，或前灯下两凤眼，啊，鸳鸯。好啦，我哋下面马上有请我哋呢两位金童玉女，琼霞、黄伟坤，掌声欢迎。熟手唱。欢迎霞姐同埋坤哥，辛苦晒，请坐，请坐，两位请坐，掌声送俾佢哋。咁我知道两位咧，其实呢次重新组合咧都有个渊源嘅，之前都拍档过啦，坤哥系咪啊？之前我哋已经喺深圳嘅时间合作咗，应该有四年时间都有啦，嗬，四年。四年的時間，咁啊，霞姐，我想呢四年咧，對於你嚟講，你可能都覺得不夠啊，唔夠厚啊，所以而家繼續拍檔係咪啊？我覺得兩個人能夠在舞台上真係成為一個舞台上的情侶的合作，我覺得是需要我哋兩個一個內心啦，同埋各自的一個環境條件，互相彌補可以心中所追求的缺陷。咁所以我哋呢兩位好朋友咧，相識十幾年，但係到今日先至可以最終喺舞台上結合，成為舞台上嘅一對情侶。係我哋兩個之間喺呢個時候互相喺理想上追求上，都可以互相去學習彌補。希望坤哥呢次喺珠海團咧可以合作耐啲咧，等我哋觀眾咧睇多啲你好戲，好唔好啊？係，哇！觀眾嘅掌聲講明佢哋幾咁渴望你哋嚇出更加多好嘅節目，希望兩位咧拍檔得更加好啦嚇。好嘅，亦都係再次掌聲，多謝兩位，多謝曬，多謝。好啦，咁啊，下邊咧，我哋將會請出第二位演員，曾經喺廣東省戲劇演藝大賽當中獲得金獎噶，咁啊，將會做呢個戲咧係相當之有意義。咁啊，當年紅線女大師呢個名啊，就係源自於呢一出戲嘅噃，佢就係嚟自吳冬夢帶俾我哋嘅《紅線道俠》，掌聲歡迎。
主旦夕忧烦，我请命一行将其去拾探究。
多謝多謝吳東夢小姐嚇，一出紅線道俠啊，真係充分顯示一個刀馬旦嘅本色啊！好啦，我哋下邊馬上請出啱先我哋呢出戲嘅主角東夢，仲有佢嘅師傅嚇瓊霞小姐，歡迎兩位。嗱，霞姐咁啊，啱先咧，阿東夢就話其實平時咧佢都好崇拜你啦，而且咧都好想拜你為師，但一路都未有機會拜你為師。咁其實你想唔想收佢為徒先？其實拜師儀式是一種形式嚟嘅啫。東夢其實是我的師妹嚟嘅，我是畢業於廣東省粵劇學校。東夢亦都係畢業於廣東省粵劇學校。其實我哋兩個都是粵劇學校的畢業生。咁佢嚟到珠海劇團之後，東夢咧，我就覺得佢係喺年青人裏面好少有嘅一個勤奮啦，對藝術嘅追求啦、謙虛啦，同埋佢嗰種執著啦，我覺得呢個年青人咧係應該值得我呢個大師姐去不斷咁去盡我個所能去支持佢、幫助佢。其實有一個神秘嘅嘉賓咧，就係我哋洪老師嘅仔啦，咁叫軍事評論家馬鼎盛老師，阿馬老師都嚟啦，不如咁不如我哋請馬老師出嚟好唔好啊？好，我哋掌聲歡迎馬鼎盛先生，歡迎馬老師。馬老師你好，你好馬老師，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光臨啊！真係哇，令到我哋整個活動咧生輝啊！嗱，咁啊啱先咧，阿霞姐咧就話要問過你意見先喎，因為你係洪老師嘅仔仔，咁你覺得佢應唔應該收東夢為徒咧？我媽媽洪倩女一生之中教過唔少徒弟，無論係真正斟茶拜師定係有心向佢求教嘅，我諗洪倩女都係有教無類。我曾經作為傳媒去採訪佢，問過佢呢啲師承啊，或者係佢對老師好尊敬噶，啊，同埋佢教徒弟點樣教，佢就話做戲首先要做人。你投身咗一個藝術，你唔係話揾兩餐咁簡單，而係你要融入角色，係一種文化。是很高的文化，一世都学不完的文化，那就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这样去热爱粤剧，你才会有成就。那就拿这番话跟你两位分享。多谢马老师。多謝馬老師，掌聲多謝馬老師，多謝曬，係啦，亦都係將洪老師嘅心願咧講咗出嚟啦。咁阿瓊霞老師，咁你覺得聽完馬老師呢番説話之後，應唔應該收佢為徒，繼續都弘揚傳播洪派藝術啦？收啦！你哋話咧，收唔收啊？收啦！好嘢，咁不如我哋馬上進行拜師儀式啦，簡單而隆重啦。咁啊，時間關係咧，我哋不如簡單啲啦，我哋先斟茶啦，好唔好啊？恭喜瓊霞同吳東夢喜結師徒緣，繼續去傳播我哋博大精深嘅洪派藝術，將洪倩女大師嘅精神一路流傳落去啊！好嘢，飲杯飲杯！哇，好唔好味啊？好甜啊，係嘛？有好重嘅責任味。真係啊！好嘢，好嘢！嗱，各位觀眾咁難得咧，馬老師嚟到我哋現場，咁啊，除咗見證之外，你哋想唔想聽佢唱嘢啊？係咪真係好想啊？哇！真係！多謝我哋請先回座休息，準備一下先嚇。多謝兩位，多謝。
向前写佳人修庙花园何时敢破万册，写杂剧过半百。痛啊！
我哋金童玉女嘅主角咧，又要登台啦！嗱，开场嘅时候，两位表演咗一个非常之好睇嘅《梦断香消四十年之鸾凤纷飞》啦，属于文抢戏。咁啊，但系咧，我哋嘅文武生系能文能武嘅。咁啊，下边坤哥咧将会表演呢个小武行当嘅金路子啦。好，我哋马上欢迎坤哥带俾我哋金路子，掌声欢迎。
咧咧两难之阵，果真埋伏了许多斗域。追过了西来，他就弯中了江湾，俺要东南穿行，他就弯西向，若我可以不行，要对绝功来弄是一个